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雪呀，很多厚。哎呀，这个狗的活动场地，狗窝设计的有点缺陷呢。戴维，居然能飘进来雪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相当于没有盖儿啊！你看，这个狗笼下面全是雪呀、啊。这幸亏昨天晚上只给戴维放在外面了，其他的三只母狗还在原来的位置。这戴维，昨晚冷不冷？啊？幸亏你这脂肪比较多啊，膘厚，要不然咋整？你说昨晚这大雪下的，全白。老刘，哎，大雪多厚？你看，狗腿基本上已经没过掉。老刘，快，冷不冷？老刘。好了，冷不冷？丽莎，哎，他们三个都大肚子了，我的天哪，这大雪，你们看看有多厚啊！啊，已经到脚踝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进去了。好了，干啥了你？挺大肚子也不老实。这个设计缺陷咋整呢？得想办法啊，要不然这下雪是这样的，我估计下雨也会这样吧。这个两米多的宽度啊，啊，两米多的宽度为什么会飘进来这么多雪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老刘啊，咦，白胡子老头，这大雪天的，就你们就成黑成球了，怎么的？嗯，啊，丽莎大肚子。老刘的奶腺已经明显的下来了。好了，老刘，不要闹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回去待着吧，雪太大。戴维，戴维，你瞅你胖的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我要考虑考虑如何把这个改进一下，把这狗窝改进一下，给他们挡点风。